手机用户怎么挂牌子，你都挂了人家五级牌子，你还问怎么挂，你是不是电脑挂的呀，在输入框的左边，你是不是还没卡牌子找不到呀，建议卡一个好吧，完了我带错算了，蓝城就蓝城，蓝城的男枪待会打架不一定打得过剑圣，主要是怎么会跟德莱文对 A 呢，啊，这太影响节奏了呀，这样子德莱文还带个光盾呢，我估计要打个 F6 了，如果 F6 打完他也没打红，就是他打十多人去了，把 E 攒起来就好，能攒个四层以上的话就可以跟剑圣打，不然的话其实男枪打不过剑圣的，像男枪的 E 太弱了，他应该是 速刷一圈，他这个路线还没到，有个四层以上就行，待会第五层还不来，都成肩膀了，兄弟。是想死了你。哦呦，纯爷们儿！哎呦，没这纯爷们儿我死了，看到没有？这诺手双招给了，这卢锡安随便压他了，他会拉距离就可以了。这没双招的诺手打这射手没得玩的，他直接向上浪了。他三级，我五级，我还带着双 buff， 别死了。不过来，过来我 A 他一枪再补个 R 就好了，虽然也没 R 的，这把优势这么大，感觉可以买盾弓，他们这个阵容伤害有点高，买盾弓好用一点点，出盾弓有个问题就是成型会比较慢一点，但是我们这把优势不管怎么样都能打得过他，然后装备成型起来会更厉害，不然的话到中期的话还是有几率被对面杀的，可以二连，我来了，到底是要 K 还是怎么的，我看他半天不 A， 是我误会你了吗，可以打七级打五级啊，来来来，直接二回去他死，我给个烟雾弹，他刚才不应该再回头了，他竟然一直往前走，释放其必有妖，一直往前走能突然回头你就会把他吓到了，如果你是第一时间回头打的话你就不会吓到他，因为你给了他思考的时间了，一般玩剑圣都比较贪，看到没血他就直接上，就这几秒钟他想明白了，有人在啊，我们这样子，待会儿我们一剑别人半剑，我们装备有领先又有生存能力，直接起脸了，别怕他从了没了，他别跟他站一起，他估计可能有闪，没有吗，
怎么感觉这德莱文挺肉的 ？A 他两下加一个 R， 那么点血没给他杀掉。其实我们两个可以秒这个剑圣的，这卡拉丁不怂就可以，我们两个人伤害够一套把他秒了。因为卡拉丁他的 Q 的话有打断，所以剑圣开 W 没用。我看他走了，我刚才是去想杀他的，他把剑圣杀了，身上没有红 buff， 我对他好像是先打的红的。时间到了吧，一张剑再来个饮血，这个盾弓加饮血直接贴脸打了，而且对面又是菜刀队啊，就可以打的跟老板男枪一样，直接贴着脸打就好了。这个充当我们能多吃兵就吃兵，这充当他感觉玩的也不太行，我替他打伤害就好了。待会儿再来抓一波德莱文 ，OK 的。这卡丁能有什么意见啊？我不来他兵都经验都吃不了，我们来了这种情况下他还能吃经验吃塔皮，他们不要过来包我们了。我们回中抓德莱文。就是我有盾弓在。拉开距离，别吃两个人伤害就可以了。这波没盾弓我就死了。这诺手人在哪？我没看到，不敢去河道。这剑圣没大了，我们直接去红抓他。他红打完在卡拉丁身上，对吧？补刀勉强合格吧。14分钟140刀，这才是一个 carry 男枪该有的补刀啊！前提是你能 carry 啊。哎呀妈的，直接死了。别说这卡萨飞的有点快啊，一个狂风之力加一个啊，不好跟上他。不是很想出忍者鞋，对吧？不如买这个攻速鞋，虽然对面菜刀队啊，因为我们约 A 的越快，回血回的就越多，变相的我们就越肉。我们这把盾弓加饮血剑的暴击吸血，不打不打，这波最少有三个，等我把银血买了我就可以打。怎么下路线没人来吃了呢？等他把 Q 交了，一定要把兵清了，不然你点不到他的。W 没好，你看这波有银血就不一样了，没有银血还是有点脆的，有银血的话就把血吸起来了。知道刚才为什么要走了吧？有银血你 A 的第一下会给你叠个盾，你满血的时候在这个吸血给你抬起来，特别是你被打出盾弓的时候，它还有个额外吸血，基本上你打个100可以回个400-500这样。银血吸20，这盾弓打出来的话再吸个27，差不多吸个50了。哎呀，这机器人怎么还在这儿呀？这个吸血，我连盾弓都还没好，看这出了效果瞬间就不一样了，对吧？还是买盾弓的，不然死的还更快，可以拿大龙了，这样就可以硬扛这个伤害了。再来一个大红药，大红药买上的话吸血率可以达到70%，也就是说你打100吸，不是打1000吸700，就接近于你打多少吸多少了。吃了2400，我这个盾弓550，刚好2400，我1800的血。卡玛刚才盾没给我，有个守护者加个E加月石，我应该有个3000的血。
真难受。不会被他流死了这样的。他们这两个前排控制太多了，算了。我的伤害都是硬把他干死这样。他要被他的剑圣去偷家了。别动别动。怎么跑的比我还要快的，我有点不想交闪。哦，他有狂风之力在，我忘了，再打个红药的钱好了。待会只要不死打出盾弓一枪可以吸满。哎，完了，这个卢锡安死了。觉得这把给我鸟盾好一点，这月石没有用，只要买鸟盾让我死不了就行了，不差回血的。觉得可以把这月石给他换这个鸟盾，可以只要我死不了我血我立马吸回来，我不差月石那点血。待会这辅助有钱可以把那给他换了。哎，真你妈危险，他吃个钩子我待会又要死了。我觉得大龙只能放了这样。这个 AD 没护活，卡拉丁在下呢。我就是要杀你，会有人来的，稍微等一下，来一个人，来一个人，待会儿可能伤害不够。他都感觉到有人在，非得进来。一波了，这套装备起来了，能打能砍的，你只要死不了就往死里吸，对吧？如果出狂风之力可能就没了。这 EZ 还不连回来，连回来还能吃分啊，这战友要被扣分了。下一把了，所以我说卡玛为什么出个鸟盾好一点点。刚才来个鸟盾的话让我死不了，我就吸，我两枪就吸满，最多就两枪。我刚才加个红药盾弓引起打一千吸七百，伤害打了48000的吧。呀，这卢锡安不是这个 EZ 跟卡拉丁伤害这么点不应该啊，卢锡安反而比他们两个高。看我吸了多少血，输出回复治疗，怎么没显示打英雄回的血呢？我怎么才回了6800的，有点低，说实话感觉我吸的蛮厉害的。直接下一把了，大家没点关注记得可以点一下啊，下次想看的时候就不会找不到了。右上角关注没点可以点。我刚才一枪吸大几百，怎么才6800呀？吸的是有点少啊，血量不高。你不能光看血量，你得看吸血，特别是你买银血之后，你满血 A 一下他那个盾给你加个200-300，盾弓又加个6700，就多1000了。所以你看的我是2200的血，其实有3200的。这卡尔玛给我套个盾加守护者，有4000的血，这还不肉啊？不要看面板的血，你还有盾加吸血。叶师傅为了你专门下的斗鱼，可以新人认证金鲨鱼，确实有很多观众都是慕名而来的，特别是为了我下斗鱼看的。